今天啊，上海的各大这个微信群里面被一件事情给刷屏了啊，是卡地亚的一位员工啊，他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呢？这位据称可能是零售总监的男性员工呢，在上海违反防疫规定，不戴口罩，到处乱窜，还飙英文了啊，在警察来了以后才开始说中文。5月17号。啊，上海一男子啊，没戴口罩强行进入小区，被阻拦，假装外国人用英语回避，或者假装听不懂中文啊，狂飙 Hold on 到现啊，警察到现场之后，这男子才换用这个中文来回答问题啊。据说他是卡地亚一个零售总监，不戴口罩强行去对面的小区啊，而这个小区可能也是管控比较严格的小区啊。更有意思的是，他呢居然是穿着一双酒店里的那种拖鞋啊和内裤啊，应该是四角的那种红裤衩，哎，穿着这样的裤衩，这样的穿着确实让人觉得很奇怪，不知道他跑去干什么去了，然后这个还要跟人家急眼啊，这就是不遵守规定啊，带出来了一些另外的事情啊，我想这件事情卡地亚真的要烦死了。